翻脸就翻脸，大不了以后不来往嘛。以后再没打过年？没有，就打过一个电话，让我以后小心点。我小心什么呀？我还怕了他了？他那点能水我还不知道吗？不就靠着段平那帮小混混吓唬人吗？有什么呀？段平是谁啊？假山那个小兄弟，练过武。假山有了麻烦，多半都是他给他摆平。这个假山除了和高晶晶一起混以外，还和别的女人来往过。这我可说不好。假山这小子花着呢，不过高晶晶也不是善茬，他要知道假山在外面偷嘴啊，他非撕了他不可。赵队，我们在王小林的工作单位了解到一些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这个王小林平时喜欢上网聊天，结识了不少网友，跟其中几个还有过约会。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查清了吗？我查到几个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叫张毅的人。据了解，他和王小林曾经有过多次的约会。这么说，这个王小林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。据他的同事反映，自从王小林和贾山闹离婚以来，王小林与男性的接触比较频繁，也比较随便。这是重要的线索，马上派人分头去查这些人。有意见的立即讲。你跟孙红谈过了吗？谈过了，他挺害怕的，他老感觉下一个人就轮到他了。我找人做的328案子鉴定结果出来了。是吗？跟孙红拿的照片上的人是一个人吗？是。这个孙红心里到底装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那谁知道？我觉着我们的调查方向有问题。早就有问题了，都是赵队急着结案，还怀疑什么情杀仇杀。不过我们有了这个结果，就可以找赵队好好谈谈了。但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你说这个杀人犯即便是为了掩盖什么秘密，或者出于其他什么原因，跟黑蚂蚁沾不上边啊。而且被害的全都是女性。孙红可是有男朋友的人，听陶玲说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哎，陶玲对孙红了解很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照你这么说，陶玲也有危险。我不知道，但是也不是没这种可能。干什么停车啊？接你电话雨。陶玲，没事吧？你下班先别走，我去接你啊。你甭问了，回去再说。我这本来挺镇静的，让你这么一吓，我也浑身麻嗖嗖的。咱俩谁吓谁啊？王老邪的话可信吗？至少他今天没说假话。段平的情况掌握多少？没有，没掌握什么情况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去调查呀！赵队，我觉得调查段平对咱们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你觉得？你凭什么觉得？很明显，按照您的思路，调查段平是为了确认假山是否买凶杀妻。而调查假山是否有嫌疑，应该看他认不认识张秋燕。现在拐这么大一个弯去调查段平，实在是得不偿失，本末倒置。说完了。完了。真聪明，难怪能给局长当秘书。那段平的事儿，是不是高军应该多认为点儿？
你的认为应该都放在那个蚂蚁上。瞪着我干什么？不认识啊？赵队，你给苏岩两天时间，让他调查这两个案子的关联，他真有不少发现。我没发现什么，我只是自己瞎怀疑而已。年纪不大，脾气不小。赵队，苏岩的意思，他……你不用在中间传话。厅长，以后他有什么话，让他自己来找我。阿狠呢？你跟他较什么劲呢？他的倔脾气是全局有名的。嘿，哎，你干嘛不把想法都告诉他呀？就他那德行，我懒得跟他解释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路，他的思路也不能说不对。他的思路影响不了你，同样。你的思路也影响不了他，但是他是队长，他说查什么，咱就查什么。哼，他要让咱们查计划生育，你也查呀？查！我告诉你，苏岩，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那都得查。你的结论有你的道理，赵队的分析有他的道理，这案子没结，任何线索都不能放。唱高调吧。我是唱高调了，谁对谁错，这还说不准呢。干嘛去？办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啊？你没听赵队说吗？我满院找蚂蚁啊。这就对了。喂，我是孙红，我想找你谈谈。什么？没时间？为什么我每次找你，你都是没时间呢？可是你找我呢，我就随叫随到。我说够了，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。不管多晚，我今天一定要见你。明天见。哎，孙红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呢？你怎么也没回家？我刚才接我老公一个电话，他说要来接我。真好。好什么呀？打结婚以后到现在，这还是头一回呢。看吧，你美的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当警察的老婆真不是个好事儿，不仅天天见不着面，还得提心吊胆的。哎，你跟薛成赶快就接了吧，老这么一个人耗着多没劲呢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嫁出去啊？这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人薛成怎么样了？哪点比不上你啊？咱别说这事儿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你怎么了？喂，哎，薛成老师，我在外边忙着呢，我这两天特别忙。对，啊，行，约个地方。哦，去您办公室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行，一会儿见啊，再见。师傅，这薛编辑在哪？上来，哎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小苏，小苏，来，谢谢苏老师。哎呀，小苏啊，哎，最近我查看了一下外地搞这个警法专栏的一些资料，
同时呢，我也翻看了一下国外的一些报纸，我觉得这个栏目非常值得搞。列了一些题目，你看看这么搞是不是对路子？哟，徐老师，您是专家，我呢只配帮您组织组织稿件，我哪配给您说三道四、指指点点啊？我觉得你这么说可能就不对了。我们搞的是一个群众性的互动性栏目，我觉得希望大家说三道四。如果不说三道四的话，可能我们这个栏目就会搞死了。您说呢？要不这样，薛老师，我呢一时半会儿也消化不了这么多，我把这些题目啊带回去，和我们单位那些老同志商量商量，然后再向您汇报。哪谈得上是汇报啊？你们这么多专业人士鼎力相助，我感谢还感谢不过来呢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我先走。有事儿啊？回女朋友去是吧？我现在哪会有女朋友？这么优秀的男人居然没有女朋友，太不像话了。现在啊，暂时没有，但是啊，随时可能有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说得对。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，说说案子。两起杀人搞得满城风雨的，有什么线索了吗？哦，现在没有。这个凶手啊，挺不简单的。是吗？听着挺玄乎的。说说看。不行，我们有纪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算我没问，算我没问，我只是出于好奇。哎，薛老师，您怎么会突然对我们这个案子感兴趣啊？我是跑政法口的记者呀，了解案情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不能胡编乱造。这样，等这个案子破了呢，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给您讲，好吧？好，这回我应该管你叫老师。哎呦，您又开玩笑。那我先走了。那行。啊，你看，你最近这么忙，失级的事肯定顾不上了。千万别着急，好的东西总会有人要的。啊，谢谢您，薛老师。您看这事儿，您还老放在心上，你看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又客气，再见。好，哎，慢走。哎，你是现在回去还是出去转转呀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你们先回去吧。那我们还是送送你吧，对啊，你说个大概方向。不用了，我没准儿还上哪儿溜达溜达呢。孙红，我们还是送送你吧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我怕不安全。没事，不怕。那你一个人可别走丢了啊！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不送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就行。人家打电话也是给薛成打，干嘛给你打呀？我不是警察吗？警察就你一个。哎，那行，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当心点啊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得提醒孙红，这些天晚上别让他一人出去溜达，不安全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恐怖吗？有。喂，是我，哪位？我正忙着呢，有事吗？不会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知道，下了班瞎溜达就到这儿了。走吧。
和苏妍啊？还真是他们俩。咦，怪不得孙红不让送呢。他们俩怎么会跑到一块儿去啊？苏队长，还是包间请吧。算了，大厅宽敞，两个人吃饭不麻烦。啊，那好，有事招呼我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小弟，点菜。啊，我去忙了啊。在哪就坐？我们不坐，我们找人。对。我喝醋行吗？我们有禁酒令。不行，现在是8小时之外。请慢用。来，苏妍，我敬你一杯。我这个人啊，总是倒霉不断。哪天你陪我到青山，找个道士算算命吧。算命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找我不就行了？那好啊，你帮我算算吧。这儿也没有扑克牌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看相。好啊，看吧。那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说吧。我觉得你外表比较温柔，其实骨子里挺厉害的。继续说。你的五官呢，总的来说分布不错，就是这个两个眼角有点往上翻。眼角往上翻怎么了？眼角不太好说。说吧。这可是你让我说的。对。给书上说啊，眼角上翻的女人啊，不是狐狸精转世，能降人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跟过我的男人都会倒霉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都不落下。我只是随便说说。不，你说的对，我心里也这么想的。买单。好，苏队长已经买过了。他什么时候买过的？不行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把钱还给他。哎，不，把钱给他。我跟你说，徐老板，不能收他钱啊，假币。对。你的才是假币呢。哎，那不行了。来，我拿着，我拿着，谢谢啊。哎，笑什么呢？这个女人可不一般呢。那个女的是苏队的女朋友？嗯，这谁知道了？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一想到一个人回家，我就害怕。那怎么办？有没有亲戚朋友能陪陪你？现在谁还敢来陪我呀？你男朋友呢？让他陪陪你。喂，哎，老总怎么了？给你找来一位生物专家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赶紧过来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局里找我有事，我得走，我先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真的不想回家。那你去哪儿？反正找个人多的地方，要不然你送我看夜场电影吧。反
情重，我是不想回家。麻烦您先到夜场电影院。我怎么沦落到这一步了？你别难过，你别害怕，有我。在外边挺让人不放心的，啊！师傅，麻烦您去香河园小区。谢谢您啊。进去吧，把门锁好，我再走。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锁好门啊。嗯。锁好了吗？锁好了。好好休息，那我走了啊。蚂蚁呢？它体长9毫米左右，腹部为红褐色，足为淡黄色。啊不，那个至于蚂蚁长什么样就不用说了，因为都看得见。就你能，先听人家把话说完。嗯，这种黑蚂蚁的习性是呢，受过精的雌蚁和公蚁呢，在土中越冬。四月中旬雌蚁出土活动，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为产卵期。六月中旬到八月上旬有世代重叠的现象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得打断一下，老总，你说咱们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吗？听人说嘛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干嘛要了解黑蚂蚁，只是董老师说这对你们工作很重要，所以我就把关于他的情况都带来了。我想，不一定哪一条会对你们有用的。哎，你小子，嚷嚷着调查蚂蚁的是你。现在有机会让你了解蚂蚁了，哎，你反而先不耐烦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把渊儿找来可不容易，人家是生物系的高材生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您接着说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看你想了解什么，我有针对性的跟你讲。嗯，你做警察的时间宝贵，我知道。哎，行，哎，我是想知道，就是这种蚂蚁，它和平常的蚂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尤其是从习性上，它有什么独特之处？因为如果一般人要是他喜欢这种东西，他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还得查资料。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想了解一些关于它本质的东西，而不是表面上的东西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错。那你给我点时间吧。那谢谢啊，认识你很高兴。是高兴认识了了解蚂蚁的人吧？啊！兄弟，没搅了你的美梦吧？你怎么老是不请自来啊你？咱们是兄弟，怎么样？昨晚没累着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你少来这套。说，昨晚干嘛去了？
没干什么呀，想好了再说。啊，我找薛成老师商量点事儿。然后呢？然后没然后了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怎么了到底？非得让我提醒你，跟孙红，怎么回事？那个是偶然的，就刚巧碰上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真的，我不信。有偶然去海鲜城的吗？起来起来，你干嘛去？我告诉你，我懒得跟你扯。嘿，我说。你还挺下功夫，不过你这劲头要用在案子上呢，这案子早就破了。我就先把你这案子破喽。这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跟薛成真的不成了？你能不能别在我跟前再提薛成了？我觉得吧，你现在已经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，该忍的你就忍忍吧。我不在乎，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个男人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可都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昨天晚上跟谁待的？啊，你是说素颜啊？昨天我们刚好碰上了，然后你们俩刚好又都饿了。小姐，这衣服我要了。说，你接着刚才的说。董老师，也不知道这几本书对苏媛有没有用。有用有用，我先替苏媛谢谢你。嗨，没关系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她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让她打电话给我。好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给，董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走了。小娟啊，哎，刚才那姑娘谁啊？挺漂亮。你小子眼睛挺尖啊。不过，你没这个福气了。我也没想怎么着啊，我就问问还不行？问问？那是我老婆的学生，哎，我想介绍给苏妍，你看行吗？介绍给苏妍？啊？这小子是真有福气啊，什么事儿都不耽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怎么就没人这么心疼我呢？哎，我说啊。你可别不知足，啊！哎，那个素颜呢？啊，说找局长谈案子去了。找局长谈案子去了？啊！我的妈呀！胡闹！你们两个简直是胡闹！328案子的死者身份查清。三个案子是连环杀人，死者都是孙红最亲近的朋友。这么重大的发现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说？啊？而你这个当队长的竟然什么也不知道？你们想干什么呢？想翻天了是不是？我问你们俩干什么来了？啊？叫板来了。当队长的没有当队长的样，当兵的没有当兵的样。你们要是不想干，就趁早说，别在这儿给我天天较劲。这不是让外人看笑话，让凶手看热闹吗？我是想早说来着，可是赵队说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就先不能说。看看看看，到现在还在互相埋怨，互相指责。
当刑警是干什么的？啊？刑警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是为社会服务的，不是让你们来逞英雄的。刑警他是支队，是个整体，是需要相互支持、相互支持的合作。你们倒好，啊，老的摆架子，小的使性子。行了，也不要光听我一个人叨叨了，你们俩自己跟我说说。我对年轻人不信任，这是我的不对。素媛的想法吧，也曾经向我提过，我也说过，等他调查清楚再说。素媛这人吧，平时挺张狂的，我看不惯。再说，他也没有什么破案的经验，我是挺不把他当回事的。那么，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，我应该负全部责任。素媛，你怎么成哑巴了？啊？刚才给我汇报的时候，你不是神采飞扬，好像这个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似的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承认我太自以为是，太我行我素，目无组织，目无领导。做检查呢？说点正经的。挺正经的，我承认自己太任性了。你们俩今天都把心里对对方的不痛快说出来。我们吧，也没什么不痛快，就是平时接触的太少，不吐脾气而已。既然案子有了这么大的突破，我想，我们应该尽快的修正方案，抓你破案进度。你们不要自欺欺人了，一支队伍，只要不是透明的，不是互相信任的，那随时随地都会出危险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一个小时以后开个碰头会，三个案子并案侦查。是。真可以，一个人跑到蒋局那儿去说案子去。我先跟赵队说的，他说他忙，他不想听。你就不能等会儿？我等什么呀？他压根就没打算听我说。他是上级，你是下级，又不是冤家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是啊，我还纳闷呢。就说上次报功跟我有点关系，可我有那么大权力吗？用得着记我一辈子仇吗？有什么话你照直跟他说呀。赵直跟他说：“你看他那样，他能相信我？”干嘛呢，两个臭小子？哎，老总，嗯，哎，那个袁爷把书拿来了吗？哈，刚才在蒋局那儿，我就没叫你，一会儿等我来拿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到点了，走走走，咱们蒋局最烦别人迟到，赶快赶快。这还活宝，喂，是我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办事儿呢。在哪里？在西江。你一个人吗？还有一个朋友。什么时候结束？不知道。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想，我们应该谈一谈。我没有时间，而且我觉得也没有那必要。